的。好的，哎，大家好，来看我现在在做什么呢？好，我来炒一个洋葱，它待会儿要怎么用呢？你一会儿看到就知道了。好，我刚刚特别是我一向炒菜都是冷锅冷油，然后油放一点点啊。哇，现在我已经闻到洋葱的香气了。其实洋葱生吃也可以哦，我只是要它一些比较香的味道，所以我想炒到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待会儿呢就要来用它。好，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 4.0。 哇，最近天气啊，早晚温差大，而且有的时候气温变化也很大耶。昨天呢，台北忽然下降了4到6度，好冷哦，大家都穿上了夹克。不晓得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怎么样啊？赶快回馈给我，这跟今天的主题有关哦。另外呢，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小橘宝？哎，是，这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哦。粉丝们，只要你帮我分享我的直播，那我就要送这个好礼给大家，会抽出两名。那么当然啦，喜欢我的影片呢，就要按赞哦，留言，公开分享，好，我们就选出两名送这个橘宝这个旅行随身瓶。哇，这现在很夯诶，因为呢很多好朋友发现诶，带这个橘宝去旅行超好的，不仅可以洗水果，而且万一衣服弄脏了可以急救，还有的人呢就把它装在那个比较大的喷瓶里面，装一点点，然后去喷住宿的房间，因为如果空气不好又尘螨或什么，哎，它这里可以清洁空气。还有人就说他一定要泡澡，我是不敢泡澡在外面，他说他一定要泡澡，所以他带这个去洗浴缸，洗所有他要接触到的脸盆等等。哇，大家都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所以带着橘宝去旅行很棒。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分享按赞，然后你就有机会抽到这两瓶，万一没抽到也没关系哦。大佑现在在举办一个就是活动，叫去上大佑的脸书，那他呢也在办一个带着橘宝去旅行的活动。如果你分享你带着橘宝去旅行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这个照片分享这样的照片和心得的话呢，哎，你就可以得到橘宝。好，我刚说最近天气变化很多，对不对？你有感冒吗？万一你有感冒，鼻子、喉咙不舒服，待会儿呢，我会教你一个保健操，好，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会教你一套我自己用了很棒的，可以强壮鼻黏膜的方法。另外呢，我刚说，哎，最近忽然有阳光，忽然下雨，是不是让你的心情也跟着忽高忽低？有没有一点有时候觉得好累哦，沮丧啊，疲惫呀，然后呢心情不好啊，压力很沉重啊，如果甚至有的人呢就到了焦虑的程度，那这就叫做季节性的忧郁，因为天气日照减少所带来的一个忧郁情绪，好发于10月到3月，所以现在刚好是进入好发的季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就是说，不仅我们要小心啊，天气变化大，我们身体会感冒，我们也要小心，因为这个日照时间的不足，所以带给我们身体的变化，让我们心灵感冒了。那心灵感冒要怎么预防呢？我们今天呢，想出了好多的办法，还有食谱要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在日本有一个谘商师啊，叫做真我部小百合，他是一个心理的谘商师，但是他有一种体质叫做 HSP。啊，就是敏感性的体质，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是这种体质，或者周边呢有这样子的体质的朋友。我最近啊，周边有这种体质的朋友，有好多，他们就跟我抱怨，他们太容易因为周围的情绪，周围哈、啊、人的情绪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就让他们的心里起骚动。那这样子的人有什么办法来克服？尤其在这个容易忧郁的季节呢？那真我部小百合他就认为说，哎，身体虚弱，心灵一定虚弱，所以最重要的本质啊，最重要的根本就是恢复身体的强壮。那他自己呢，是用一套饮食方法啊，强壮了他的身体，而且也找回他旺盛的生命力。他说，自从他改成这样子的饮食以后，即使是跟负面能量很强的人在一起，或者是到一个负面能量很强的地方，他说他都能够稳若磐石，安若泰山。那他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呢？要注意听哦，都是很简单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说大道至简，有的时候我们太去追求那些哦很新奇啊，很科技啊，这样子的东西，却忽略了最基本我们生命的磐石。那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水。所以他说水很重要，一定要喝含有矿，就是丰富的矿物质，等于是天然的水啊，要含有矿物质的天然的水。那还有不含这些氯啊，它很重要，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水里面还有塑胶微粒啊，所以当然不能有氯，不能有塑胶微粒，不能够有重金属，不能够有农药化肥，就是干干净净的水。所以我看到这里，我看完他的故事呢，我就觉得说，哎，我真的是要感谢上天，我在那么多年前，因为我写书想要帮助大家，然后大家反问我一个问题，说陈老师，你对饮食有那么多的研究，那你对水呢？我们要喝什么样的水？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研究水，然后我甚至去，因为对水的品质的要求，就是为了要有仿造天然的矿物质水，这样子啊，含有天然矿泉的水。所以呢就是要求这个制造商为我量身打造一部水机，我很高兴，我就从那时候喝能够唤起你生命力的啊原始天然的自然水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喝了，所以让我的身体有好的本质。再喝一口哈，这是我刚刚从那边接的，哦，好，这里。除了水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他说叫做盐啊，盐也很重要。他说一定要吃海盐，也就是说海水啊，用海水制成的，而且要遵古法制造哦。另外呢，米也很重要。他说一定要吃糙米，那这也符合我一向跟大家分享的真食物、好食物、全食物，也就是说大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要吃大自然天然的食物，而且是完整的食物，天然完整，没有经过很多加工制造的食物，是我们最好的食物。所以他说这叫米水盐饮食法，这个饮食法呢就帮助了他找回旺盛的生命力，让他不仅身体健康，而且体质呢也改善了，心理的素质也很强。那除了这样子，我们营养学哈也告诉大家，如果你最近压力大呀，如果你最近常常难受啊，啊想哭啊，想哭啊，你可以怎么样呢？哎，你可以啊，哎，这个吃含有
叶酸的食物，就是快乐食物啊。快乐呢是跟血清素有密切相关的哦。好，所以它的原料色氨酸呢只能够从食物来摄取哈。我们是不是要给我的小编拍拍手哈，因为他怕大家记忆不清楚，所以特别做了手板。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小编很棒的，赶快给我按个赞哈，就是说这个赞是给小编的哦，他会得到很多的鼓励哈。所以含有色氨酸的食物呢，有一些叫叶酸，含有叶酸的食物都可以制造我们的色氨酸。是哪些？像绿色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还有这个芦笋呐、只要是深绿色的蔬菜都好。所以我们常常叫大家喝绿拿铁，它真的会让你心情快乐哈。另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呢？除了深绿色蔬菜以外，还有色氨酸的食物，还有香蕉。香蕉还有色氨酸，又有 B6， 所以很棒的。另外豆制品，所以呢豆浆是蛮好的。还有就是豆浆加南瓜更好，因为南瓜也含有一些硒呀、含有那个络啊这些矿物质啊镉，所以你跟这个豆浆打在一起啊，也就是我的南瓜豆浆食谱，银耳豆浆也可以，就银耳南瓜豆浆，哇，这样打在一起又滋阴润肺，而且又补皮肤啊，补黏膜，实在是非常棒的。另外呢，就是我比较少吃红肉，但是我会吃一些鱼，譬如说鳕鱼啊，这个青鱼，这些 Omega 3很多的食物也是可以让我们心情好的哦。特别像坚果，有些坚果含有 Omega 3也是非常好的。看得到吗？大家看得到吗？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我做就是优酪乳，因为优酪乳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肠菌，我们的血清素90%是在肠道制造的。小编很努力的用他的耳朵去听，看看大家的回应啊。我们的声音好不好啊？如果声音好的话也给我们按个赞哦。如果声音不好请反应哈，让我们知道，我们来改进哦，免得大家没有听到。好，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优酪乳里面有非常多的肠那个就是好菌。那好菌呢就可以滋养我们肠道系统，改善我们肠道系统的环境，增加好菌的数量。那个好菌多的话呢，肠道环境好，那我们的肠道呢透过跟我们的那个腹部的腹脑，就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在我们的肠子里面有几十亿的神经元，这是叫做腹脑。那它呢就可以合作制造血清素，90%是在这里制造的，50%的多巴胺也是在肠道制造的，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哦。那上一次呢，我有示范做这个优格啊，这是我今天早上做的优格啦。但本来是要给大家看我做好的优格的样子，但是一时忍不住就把它当早餐吃了。哎，真好吃。我今天呢除了加上我喜欢的芝麻酱，我还加上了抗忧郁啊，帮助我们抗压的香蕉，还加上了我们上个星期说哦，也是我待会要说，就是现在我们适合吃花青素很多的啊，这种植化素很多的食物，特别是冬天要吃深紫色的，像葡萄啊、蓝莓，所以我就加了蓝莓、香蕉，再加上有好油的芝麻，不仅好吃，而且超级抗忧郁。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还蛮嗨的哈？那这是我今天非常丰富的早餐，好好吃。所以待会呢，我会示范这个怎么做啊，如何来做这个无糖自制的优酪乳。另外我刚刚说深绿色的蔬菜还有含 B 群的食物哦，譬如说像全谷类啦、柑橘类，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米饭一定要改吃全谷类，好，你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膳食纤维会增加，所以呢你会容易有饱足感，你的血糖不会忽高忽低，然后你的这个因为膳食纤维增加了，所以也可以增加你的好菌的养料啊，然后它又有丰富的 B 群啊，会让你瘦有活力，然后很快乐啊，所以一定要改吃五谷米饭，
改吃了没有？已经改吃的人也可以告诉我，我就知道我多少粉丝是听我的话有照着做，还是有的只是听一听，我下回再做或者明天再做，然后就一直没做。好，还有这个柑橘类的水果，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吗？我家常备的水果就有这个香蕉、橘子、柑橘就是这个时候凶丢席的水果了哈。所以每天喝那个我们的绿拿铁或者喝我们的豆浆都是最抗压的方法，也可以让大家减少忧虑哈，减少忧郁。那我现在呢要先做一个动作，我常跟大家讲说不要吵，我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大家会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好，我现在呢要先打一个芝麻粉，黑芝麻粉，看好了，黑芝麻一定要有买铝箔包装的哈，要注意有没有 SGS 检验，还要注意它是不是低温烘焙，因为如果高温的话它就烘焦了有时候就打不出油来。然后还有呢要注意它的酸价是不是低，酸价低的就比较新鲜。好，我现在拿了两匙的黑芝麻粉，其实一匙就好了，我今天是为了要打给大家看。那我要变出什么把戏呢？告诉大家，先卖个关子。好，我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刀转上去，这个本来是我的随行杯啦，它的盖子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这里就是我以前打好精力汤以后呢，如果是我自己喝我就这样带着出门，它是一个双层的玻璃，但是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可以让你随时随地把那个精力汤带着走的好伙伴，它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粉的工具哦。所以我们不必哈，如果你买一个多功能的机器，你就不必家里装满了各种机器，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哈。所以我首先要弄的呢就是把它很快哦，这个像变戏法一样，所以大家好好的注意看。我们从一转到十，二三四五，就好了。好，不是要这样子，要把它拍下来啊，要拍下来。那这样呢，我们的芝麻粉就打好了。这个芝麻粉我待会儿要干嘛呢？我待会儿再告诉你。我现在先把它拿出来，我有个好香哦，我有个小刷子，可以把这些芝麻粉刷一刷，它会有时候会这个就附在这上面，即使是一点点很可惜也不会啦，待会儿我要打的东西就顺便可以把它的营养吸收了哈。好，这个刀子等一下再用哦，我再把这个芝麻粉扫下来。所以家里有各种鸡西哈，实在做起家事来就很方便。当然啦，还要我是有一个洗碗机啦，要不然我家有两个人工洗碗机，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我儿子。有的时候他们不想用洗碗机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很好的洗碗机。好，这个就是我的芝麻粉。OK。待会怎么用怎么吃我再告诉大家。我先来做今天我要给大家抗忧郁的一道，今天不是精力汤，不是豆浆，是浓汤啊，我很少示范浓汤，所以我今天示范一道含有我刚刚讲的深绿色的蔬菜，然后呢有好的这个米，就是全谷类的饭然后我再加上蘑菇给大家打的一个精力汤。首先呢我就要来洗菠菜，我本来要先洗好烫好，但是我的小编说好多人一直问说我怎么洗蔬菜，所以赶快今天示范一下。其实我一开始呢都会赶快用这个
深绿这个自来水啊，我只是赶快的把它泥土，尤其是根部的泥土，把它清除掉。其实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是会把它整颗这样子立在水中，立在好水中了，让它长得好一点。可是这个因为我们马上就用了哈，所以我就在这里先赶快的把它清一下，清洗一下。然后呢，我就会到这边啊，我的好水，在这边让它尽量的冲洗一下，好水来冲洗它。大家看得到吗？哦，小编好用心，就把它移过来了啊，对。好，用好水，其实我会用流动的水慢慢的给它冲大概五六分钟，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清一下。还好我今天买的也是有机的蔬菜，所以比较没有那个农药的问题哈，然后就也所以不用，我们就没有冲那么久，就示范一下，我就放在这里让它冲。好，冲完了以后呢我其实就要把它烫熟。我们深绿色的蔬菜呢，烫一下。我常说，这烫一下呢是杀青杀虫卵啊，让大家更放心的来吃。所以，我通常没有把它切得很大段啊，这样子以免它的营养流失。因为我们要用打的，所以我们就稍微切一下，放在这里面。我刚刚说，这个水刚刚又滚了哈，它实在太好用了，所以我每次一下来的时候呢，要打金丽汤之前，我先按这个水，先装好好水，然后一按，然后我就去洗菜，哈，把已经洗好的菜再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呢就这样子烫。大家看到吗？我现在用这样的方法来烫菜，其实是真的好方便哦。对不起啊，挡住大家，来，这样看得到吗？哇，对，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蔬菜被烫熟的味道了哈。这样子我们烫个差不多50秒，因为叶酸其实是怕那个热的，所以你如果把它煮过了或什么，它的叶酸就会消失很多，我觉得很可惜。所以这刚刚大家有看到吗？我鼓励大家吃全食物，所以呢我这个头啊，除非是太脏的，否则我们都把它保留着，因为那个头是红那个什么，我们的铁质最多的地方就在头上。好，但是你应该要把它扒开来好好的洗一下。好，现在差不多咯，烫了有很多秒了哈。那我现在就来拿它的另外一个杯子啊，我要找一下我刚刚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好，哦，藏在后面，我只看眼前不看后面，这人生常常这样。好，我们可以把它再转上去，再把这个刀子转上去，所以它一个刀组，但是可以适合两个杯子啊。好，所以我刚为什么要打那个先打芝麻粉呢？因为不然我的杯子湿了以后就不好用了啊。我先把它放进去，我烫好的青菜。好，然后呢，这个先倒掉，免得不小心烫到。我刚刚炒好的刚炒了一下的洋葱，香香的，增加一点香气。好，还有这个，我刚刚因为怕时间耽误，所以我先烫熟的蘑菇，因为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蘑菇是怎么可以烫熟的，所以这两个就没有示范。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的五谷饭哈，五谷饭。哎，其实如果还想要的话呢，我可以加上一点坚果来，我觉得可以加上好的腰果，因为腰果呢也会让我们心情好。只好拿这边的，因为我们讲说坚果哈，含有 omega 3 啊，特别是像核桃、
核桃呢也是长得很像我们的那个头啊，所以我们就是核桃，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腰果啊，再加了一份啊。另外如果你那个想要增加一点蛋白质，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不论是浓汤也好，它也是营养很均衡的，我就可以来加点大豆生态。这个已经加了别的东西，好，家里东西很多也很麻烦，就放到太多的地方。来来来，这是我的大豆生态，就把它拿一点出来。好，我也可以加一勺哦，这样就很营养很丰富了，每一份都有一点，这是给一个人份的哈。然后呢，我们加热水150cc。来用刚刚新煮好的热水，所以有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好，150滚烫的热水加下去。好，这个。好，对，这个水看起来太少了，我们可以再加100cc， 因为我刚菜加的很多。其实哈，差不多这样子，好，就是盖过它的食材就可以了，看你喜欢喝多浓啊，浓汤还是不浓的汤。好，我上一次盖这个盖子很失败，所以我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不会盖啊，因为我每次在家里打啊都那个随便盖，所以在示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对，这里要把它来要听到，这样子就好了，啪的一声。好，说如果你那个蘑菇你是喜欢用比较切碎的方法，你也可以从这个打好的放进去，然后这样这样现在不能打，它会跑起来，这样就可以稍微切一下哈。来，好的，这就是我们好喝的浓汤啊。来，我先给自己倒一杯。我觉得还是用这种杯子，大家比较看得出来它的颜色。当然你可以撒点盐，不过大家知道我都是尽量不加盐的。我发现我常常用那个锅子煮，用我的美盐壶煮汤也是不加盐，我们小孩也觉得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当然你可以，你要你喜欢的话可以加点胡椒，抹一点胡椒上去也可以撒一点巴西里。好，换我自己来品尝一下吧。
我虽然没有加盐，但是还是蛮好喝的，闻到各种香气，就让自己心情大好。如果是一个没有阳光，然后心情郁闷或者落雨的一个早上，打起来给自己打一杯温热的这样子的菠菜浓汤，我相信不仅温暖了你的身体然后也温暖了你的心，然后让你的心中呢升起了一个小太阳。最重要的是，它就健康了你的肠道，让你呢心情非常非常的好。抗忧郁的食物，我刚刚讲，我们的那个优格也很重要哈，所以我今天早上吃的优格，所以我现在呢要再示范一下怎么样来做优格。那可能上次有朋友没有看到，首先呢，我这里有一个炖盅，我觉得这个炖盅是超好用的，我就把这个盅放在这里面。你可以用，我通常会用热开水来烫它一下，这是我刚刚煮好装在罐子里的开水。我稍微把我要用的器具呢，都给它稍用热开水给它烫一下。先是，因为我平常都洗得很干净咯，所以也这个温热过，所以会减少它有杂菌污染的那个可能性。然后连这个也冲一下。还有我会使用到的器具，譬如说我可能要用一根筷子来搅拌它一下，所以这个筷子呢，我也是稍微的把它用热水汆烫一下，减少杂菌污染的可能。好的。然后我就把我喜欢的牛奶倒500cc，差不多，我就全部把它倒下去喽。虽然满了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的。好，我的菌粉。你要找的时候它就不见了。我刚刚把它藏在哪里呢？我知道了，被我的书盖住了。好，看啊，我这么认真，为了要给大家最 update 的那个资讯，所以呢，我每次都会做一些研究。特别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很关心我一些朋友，他们有这个所谓的 HSP 敏感体质，所以怎么帮助他们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时时保持良好的心情，而且正面的能量很重要，我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好，我就把这个呢拿来，然后这里面要注满水哈，我的水，哦，太少了，赶快。差不多这样子已经完成了，我们就把它盖上来，盖好盖子。今天真的做得有点满，我觉得保险起见，我还是把它倒掉一点，因为我平常没有用这么满。盖子都浮起来了。这呢，我们刚刚用的有一点热水，但没关系。我们只要放钟前的水位是1000cc，还没到。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在这里有很多的刻度，500、7501000，所以你放在1000cc 的刻度就可以了。优格菌粉都去哪里买？优格菌粉在有机店都可以买到哦。我觉得自从我有了这个机器以后呢，我就天天都喜欢做优格，因为以前我尝试过用电锅做优格，超麻烦，而且超不放心，那个有时候又会串味，非常的，我觉得不理想，所以很快我就这个计划就夭折了。我也曾经去买那种保温的，什么要保多少度的那个，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然后后来呢，也是做了几次就觉得。哎，太麻烦了，就没做了。后那些器具，搬家的时候就丢掉了。那现在有了这个以后，我觉得超好的，因为它其实是超方便的。它有两个盖子啊，那这个是加上，这个是放松的这样的盖子，来把它放进去，就这样。
然后呢再把这个盖子盖好，按开关，这边有一个飞梭，第一格就是优格，所以我要先移动一下，让它再回到优格的位置，然后再把它按一下，过了八个小时它就会变成很好吃的优格，就是这个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优格、哦、我们原来做到这么高，大家看到，所以已经被我们早上给吃光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一个灯带没有，它这个灯就开始一直亮，当它全部都亮的时候呢，它就好了。所以我今天早上吃的优格是温温的，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吃温优格它里面的瘦菌素会更好，然后你也吸收到很好的营养物质，而且我觉得早上我喜欢吃微温的东西，它 38.5 度刚好是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温度一样，那再加上呢它这样子吃就是更能够减肥，所以我觉得一举好几得哈。再来喝一口，我刚刚说我忽然磨了这个黑芝麻粉，那是干什么用呢？哎呦，好快，时间就超过了。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尽量的问，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哟。黑芝麻是什么牌子的？哦，黑芝麻叫 Vitacos， 我可以再拿出来。哎，刚刚那个芝麻的袋子在这里。它有黑芝麻粒，也有白芝麻粒啊。白芝麻粒出油率比较高，黑芝麻粒呢就是那个比较怎么讲，它的钙质、铁质比较多。它这里有写 Vitacos， 维他固啊，照顾的固。然后它是低温烘焙的芝麻粒，这个很重要。它有 SGS 的检验，还有 ISO 22000的这个22000的安管认证，还有 HACCP 的认证，我觉得认证很重要。然后它是淘金式的手工来洗选的，这个我最喜欢，所以它非常的干净，而且是负压急速降温然后是最佳的温度，也就是低于差不多160度左右哈，没有太高，然后通过 SGS 检验，所以我一直都吃这个芝麻。然后很多人跟我抱怨说它的芝麻，他在外面买的芝麻打不出油来，也有人说哎呦打出来有苦味，那可能就是过度烘焙了，或者是说没有买到好的芝麻啊，所以要吃好芝麻的话就选好的芝麻粒。好，我刚打出来的芝麻粉，对不对？大家没有想到那个小杯磨芝麻粉磨糖粉很棒，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呢？我每天比较晚上的时候，譬如说吃完晚饭，有的时候会想吃点甜点，有时候呢我就吃黑巧克力，因为黑巧克力也可以抗压抗忧郁哈，而且它对心血管比较好，所以告诉自己说吃一颗，这个是 85% 的，这个是 72% 的哈，所以低于70的就糖太多了。 72%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有 28% 是糖，那 85% 的呢就是说里面有 15% 是糖哈，所以我通常最喜欢的就是买 85% 的，虽然有点苦，但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啦比较起来它的那个对我们身体很好。然后这个就是我常常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来吃点香蕉沾黑芝麻粉。如果你五六点的时候肚子饿，你不要随便吃东西，吃这个最好。因为黑芝麻呢黑色入肾，它又有钙铁。所以在圣经就是5点到7点哈，不是圣经，是肾，我们的肾，圣经的时候吃这些食物就会入肾啊，所以要吃对时间也很重要。然后吃点香蕉，然后吃点这个黑芝麻粉，超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呢帮你温经补肾哦，更重要的是你在下班的时候压力最大，这就是疏解压力啊。那时候肚子饿再吃糖就更增加你的发炎，所以我们吃点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抗忧郁、降压。还有呢，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知道了，非常的顺畅，这也会让你心情很好。所以今天示范了好几个抗压、抗忧郁让自己心情好起来的办法，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没有学到？
如果觉得今天内容很棒的，对你有帮助的，请给我加一。如果觉得说从今以后我就会跟随你的这个节目的，就是每天会每周会收看健康 4.0 的，请给我加二。如果你觉得今天又很有用，以后也会跟随的，那你就加三咯，就表示你两个都会做到，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更开心，每次啊、哦、这给我很大很强的鼓励，我就会更努力的帮大家找最好的这个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好，蓝莓怎么洗，会不会有农药残留的问题？哦，蓝莓怎么洗哦，对对对，今天忘了介绍我的正牌的菊宝，我都是用菊宝洗啊，那个包葡萄也一样。如果是蓝莓这么好的东西，我大概就会直接放到那个我的好水底下，然后呢先喷一喷啊，就是那个好水弄好了，喷一喷菊宝，然后呢再把蓝莓放下去，用轻轻的轻柔的给它揉洗一下啊，然后再把水倒掉，然后再让它不断的用好水冲个三五分钟，就会有很好的蓝莓啊。我今天早上就是这样吃了，我洗好以后都会放在盒子里面啊。还有哦，对对对，这个告诉大家说，要最后要教大家一个操啊，对，如果你起床就很容易过敏，你的鼻子黏膜比较弱的话，我觉得在床上的时候呢，就可以躺在那里摩擦双手，然后用它来温热你的鼻腔啊。我大概会做个五六次，让觉得鼻腔温暖了以后呢，接下来我就会按摩我的鼻通穴，所以不是按这里往里面按，是往外面，这里有一个穴，你往上面按下去，你会觉得这里有一个酸酸的小小的洞，对，那就对了。好，有的人说我越按觉得鼻子越那个敏感，那就是你按错了，你可能这样去揉它就伤害它，你要这样去揉它啊，就是附近的穴道，这是我们的鼻通穴。然后再接下来呢，在下面这里，在你的鼻子的鼻孔下面也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三角的洞，你用手往下面一压，就是酸酸的，那就叫做你的迎香穴。然后你在这边也按摩一下，我通常这里按36下，这里也按36下。我有一个指植被的，他鼻子严重到敏感，严重到他大概有那个什么鼻窦炎还是有什么毛病，所以他就完全连香气都闻不到，食物的香气都闻不到，这多令人沮丧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味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教他用这个方法。哎，结果大概半年以后他告诉我说，哇，开始闻得到香气了，然后到现在呢，那他的那个就是敏感已经过好了很多哈，所以鼻敏感啊会可以这样会改善。然后如果你还是很容易敏感，接触到冷空气就容易敏感，你可以戴一个口罩在下床，口罩就放在床旁边，这是一个早上起来的防卫自己的那个一个方法。其实有时候哈，鼻子过敏也不是不好啊，譬如说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好好的，但是进入那个房间以后呢，忽然我就开始一直猛打喷嚏，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我觉得就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看不到然后但是会刺激我的鼻黏膜。然后当我走出那个房间过了不久以后就没有了，诶，那就表示你的那个很棒啊，就表示你的鼻子是很灵敏的，他知道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很强，所以他知道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最后赶快把它排除。啊，另外呢早上起来还可以做一个呼吸法，就是一个利用一个鼻子呼吸的办法。你先按住左右鼻孔，用食指按住右鼻孔，然后呢用左鼻孔吸气，吸饱了以后把这里按住，然后用右鼻孔出气，然后再来一次，然后再用左鼻孔再用右鼻孔吸气，吸饱了以后呢再用右鼻孔出气，这种交替就可以训练每一个鼻子。有一阵子我有一个鼻子不通，那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强壮他们，然后让他的呼吸呢就可以很平均。好，今天教的两个方法都学会了吗？啊，要做做看。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不要做了一天然后觉得没效，做了一个星期没效，做了一个月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你就放弃了，
可能你就失去了给自己身体健康一个自然的机会，因为也许三个月或者半年啊，它就好了。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喝绿拿铁会拉肚子。哦，那就太寒了，喝绿拿铁会拉肚子就太寒了，所以你不要放太多的绿色的绿色的蔬菜，因为绿色蔬菜稍微寒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比较温的蔬菜哈，譬如说像，红萝卜，我是举例啦，红萝卜，然后就是在地底下的根茎类的都比较暖一点，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洋葱，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蔬菜开始，然后慢慢的改善，然后你也可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开始先喝那个像南瓜豆骨浆，南瓜豆浆也是蛮好的，因为它也可以让你抗忧郁，而且可以让你的肠胃道哈习惯有那么多的膳食纤维，因为有的人过去蔬菜或者这些五谷杂粮吃的少，所以他不习惯有那么多膳食纤维，所以他很快很容易就把它排泄掉了，所以慢慢养成，或者喝的量稍微少一点，还有喝的时候一定要在嘴巴里面咀嚼一点，虽然它有一点寒气，但是呢你这样咀嚼以后也会把它变温。还有就是我说有加姜黄啊，加一点黑胡椒啊，这些都是好方法哦。好，那我刚刚有说过，今天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如果你帮我分享我的直播的话，我就送给你好礼啊，这是在外面很难买到。然后买这小小一罐呢大概要多少钱啊？80元，售价80元啊，所以你只要分享我就会送给你啊，请按赞加上留言，然后加上公开分享影片，我们会抽出2名哦，我就送你天然菊宝旅行随身瓶，让你这个每天不管是外出旅行或者在城市游走，你都有一个好东西可以帮助你更健康更放心啊。另外哎呀这个好忙哦， Grace 好忙啊，我这个周六呢又要南下咯，要南下跟我们的好朋友做健康分享，我要当健康大使，每次当健康大使都很开心，因为就会有好多老朋友啊，好多铁粉来看我跟我说嗨，然后告诉我说这样的饮食方法对他有什么帮助啊，这就是给我打了最大的一剂强心针，让我下次更乐于分享。所以明天11月16号呢，我在1点到2点半是在台南西门啊，西门百货的 B1， 然后4点半到6点呢是在星光左营的9楼。哇，真的是好忙哦，回到台北的话都要晚上了哈，但是只要大家能够因此获得健康的一些资讯啊，因此改善了自己的健康，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哦。好，别忘了喜欢我的这个粉丝页，喜欢我的 YouTube 按赞啊，在我的脸书按赞抢先追踪，要看更多的影片请订阅我的 YouTube 然后就是陈月清养生达人啊，这就是我的频道然后不要忘了要开启小铃铛，所以有我的直播或者有新影片上架的时候它就会通知你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不要忘了踊跃给我留言，我每次直播完都会赶快去看大家的留言，因为很想知道大家的感想心得或反应是什么。好啦，祝大家健康愉快，拜拜。